今天我要跟你们介绍一支很厉害的茶，就是这个雾邑茶。这支雾邑茶呢，是来自高雄。武夷极度稀有品种，你可能连听都没听过。在大陆为岩茶的代表品种，通常为条状。在台湾，我们用乌龙的制程把它做成球状。经过不断尝试改良，终于造就了这支茶完全不同于市场的特殊性。球状武夷的香气跟口感，用三个字概括一切：戏剧化。岩谷花香作为香气的头阵，经过发酵，让香气浓郁、霸道又不失礼貌。两分烘焙，集中了、饱满了它的每一丝香气，全新的体验，完全喝不到果味。茶汤入喉的，伴随着武夷特殊的香气交织碰撞，回甘异常强烈，霸道喉韵，岩谷之意瞬间明亮。每一口都是百老汇一般的经典之作，熟悉的茶感却有完全不同的体感。不是每支茶都可以被茶好玩卖，要卖我们只卖特殊的武夷乌龙，完全不同于金萱、清新、四季春、迎香，就让茶好玩给你全新的台湾茶体验。一包188，限量300斤，卖完为止。茶好玩台湾馆，帮你选不普通的茶。